有很多东西的话，那就太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回报你，报答你。但是我你现在身上你透露着出来的东西才是最好的，明白没有？你不需要有任何物质上的来回馈我，去报答我什么什么的。我一直想吃你，想请你吃顿好的，我都没有请你去吃。师傅，你这个真不重要，这个现在这个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不，但是你要这么想的话，我就。因为我的内心就会不一样了，你知道不？如果你跟我见外了，你跟我客气了，你又没有把我当成你的一家人来看待了，明白没有？不是，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跟你开玩笑了。真的，就和这位大哥说的一样，我不知道是一个哥哥还是姐姐，真诚是世界上用钱都买不到的。让你加油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真诚打动了我，我觉得是因为你对我好啊，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真诚的，没关系的这个啊，因为真诚在其实现在你可能在这个村庄里面哈都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在外面就是现在可能也跟一些其他的挂钩，然后利益上的往来什么的，可能就是这方面会欠缺一些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，可能就是这样子。但你的真诚等等的，就可以打动很多人，明白没有？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的，这个真不是。是樊大哥，你一直在夸我，是你一直在夸我，然后觉得我好。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这个没真。你出去其实。就是不一样吧，这个大山里面这边的东西就是真诚美好淳朴，对不对？但是外面的话就是一种另外一个世界的一样，然后你可以去向往一下，然后当然人与人之间相识相知的过程就是看是怎么相处，就是你看我们两个因为一次偶然的经历结缘，然后这就是上天注定让我们俩认识，对不对？然后让我们两个就这样有做好朋友，对，做好朋友。我其实不想只是好朋友，是我不开你玩笑了，不开玩笑，你不要那什么了，就是真的人。白大哥，我觉得你你要不就你走前面吧。家人们，你怎么在一起都来了，别那啥，师傅现在因为他因为还很害羞，不要打在一起了，不要再说在一起，这个因为他很那什么。你今天不忙下去了吗？我今天就是来跟你在一起那什么，不要打了，家人们不要打了。待会儿我跑了哈。啊？我要不我走了吧。你走哪去啊？我去。你家就在那边，我找得到呀。我去。家人别打了，你们在干嘛？不是白大哥，你在干嘛呀？没有，他们在说我们俩应该那啥。应该什么？就是应该带你出去，然后再你咋又害羞了呢？哎呀，我明明没有害羞，你一直说。家人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这师傅真的是一个，他是一个腼腆的人。走吧，走吧，大步向前。我跑了。你跑啥，师傅？那我追上你。哎呀，你别这样哇！我求你了，怪怪的。哪里怪了？帮忙吧。你能不能先躲一下？嗯。师傅啊，你要不就别说话了。意思我现在想说话，你问家人们我可以说话不？让人家人们说，你看一下吧。啊？你来看一下吧，来。说什么？你在跟他？啊？他们在说啥？你看到没有吗？小波啊。你穿这个不适合了的。穿啊，正啊。嗯。穿个不来一年。对吧？哎呀，这咋知道？那是你们邻居哈。嗯，英英哥给你。对。他还背着个小孩子。嗯，对，他说他去赶他的
母羊只有一只，他家只有一只羊。家人们，您不要再打那个了，师傅都脸红了。我现在还没到时候说那个，知道不？来来来，你要不走过去一点，我走这里。那为啥？要这样吗？因为我们村的人都在这里。那没关系啊。我走，要不我走前面吧。你跑什么？我走前面，你走后面。不要跑，不要跑。不是那个，年龄就停不下来了。师傅，你。我觉得今天你站在那儿，应该好好的感谢一下大家。现在，你猜猜现在有多少人在看你？现在有41.4万人在看你。谢谢我的家人们，是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，真的很开心。我今天一直很激动，然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。然后。也比较害羞，因为我平时我觉得我胆子挺大的，像抓就是那些小动物啊，那些我都胆子挺大的哈。但是我今天胆子挺小的，因为我今天没做好准备，也很就是很紧张嘛。你紧张啥呀？那你做好准备了，那就不是真实的你了。所以说，就是要让大家看到最真实的你才是最好的，知道不？给你比个大拇指。我觉得家人们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最最好的朋友和家人们。从此以后，我觉得我要更开心，然后更要努力的生活，然后有一天我希望我有自己就是有能力去跟我的家人们见一面，然后好好的感谢一下你们。对，所以你要谢谢你们，所以你要出去了才能见到他们，你不能一直待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你要答应跟我一块走呀。我可以再想一下吗？好好好。因为我心里放不下我的父母。哎呀，我的天，下面点赞已经大拇指，给你点大拇指点赞的那些人，你的家人们已经给你点了61.9万了。我们有没有机会破到100呀？嘿，我们有没有机会破到100万呀？老老，怎么了？我催你的，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好朋友。他在干嘛？他在那，他在喂鸡。他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善。家人们，有没有机会把点赞冲到100万去，让师傅激动一下，给师傅一个惊喜？第一次，可以吗？我们42万人，每人点几下就完事儿了，每人点个20下吧，先，可以吗？大拇指右下，右下角这个地方，大拇指，这个地方，大拇指点一下。老六，支持一下师傅，哇，好快好快！你看人多力量就是大，一下每个人点几下就来得很快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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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谢谢我最好的家人们。对，他们就是一生一世师傅的家人。我也是他们的家人。对，你们都是最好的朋友。我们是一家人。好，那你的家人们，你看现在都特别给力，点赞刚刚是60万，现在直接到了70万了。咔嚓嚓咔嚓嚓，真的很咔嚓嚓。特别给力，特别快。我的好朋友在那喂鸡。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是吗？要不要给大家分享一下，看一下？但是我叫他现在听不到，除非我在他的耳朵边大声的吼，他才听到，因为他的耳朵有一点那啥。那他介意在这样大家看着他吗？他没有出来过。但是没关系的呀，没关系，没事。那没事没事，不为难他吧，不为难他，因为那就等有些人愿意是那什么。他没关系的，因为我们两个经常一起上山放羊这些嘛，我们俩。家人们，你们真的太给力了哈，75.8万了，我的天，这个大拇指，是我全部在给你点这个大拇指，谢谢谢谢，都在给你点赞，谢谢。42.5万人齐心协力都在给你点赞，哇，太快了，好快。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发给72万人的吗？有什么东西？就是我家里的东西。你家里的东西分享给72万人，不是72万人，是七十
现在是78.5万点赞了，他点赞。哦哦，点赞。但是现在直播间有42.6万人在看你。那什么东西可以分给他们？42万。42万。我加你，因为我想不到，白大哥，你帮我想一下。就是把你的，我觉得你家里面的东西的话，可能很为难，你就把你最美好的祝福，最好的幸运，都给42.7万人分享一下，可以吧？嗯，祝我的家人们，就是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首先呢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然后的话家庭和谐美满，然后再一点是事业顺顺利利，然后我希望这一辈子你们都是每一天都是非常开心快乐的，然后我希望这世间所有的小幸运都能去到你们的身边，然后十五的话非常感激感恩大家，祝大家怎么跟你咔嚓嚓，感谢你们，一定会的。然后我也会把这个红绳一直戴在我的身边，还有我包括不戴在头上，我就会戴在包里，这些我希望每一天都能给你们带给你们好。对，这个红绳也是代表，刚刚师傅说了，代表着幸运吉祥，然后又是就是很幸福的美满的意思，然后这一份祝福同样给到家人们。哎，来摩托车了，我们邻居站着喽。啊，我邻居说你说我什么，说为什么这个男的一直跟我在一起。哦，他说他就站一直锁你是吗？嗯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师傅，嗯，今天你开心吗？我今天很开心，特别开心。就不要再，我每一天都要开心。对，因为这么多人来看你，如果你不能开心一点的话，那让大家又会很失望。没关系的，我很开心呀，因为我有这么多家人们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今天天气也特别好，然后他们这边景色真的特别好看。哎，那个位置可以展现。下面你们看到那个十五的背后那边吗？看到没有？景色特别好。我们在家的话都已经看惯了，就觉得没啥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以后经常来我家，我到时候多养点羊啊，站这这些，就像我、这样子给你拍张照，都特别好看。你看，你在给我拍照吗？十五家上面那个，哇、深山环绕，然后上面的每一棵树子都特别好。师傅蹲在那儿吧。嗯，就让大家静静的看着你。我的天，谢谢师傅，再感谢一下大家，因为他们帮你点大拇指点到93万了，马上到100万了。谢谢家人们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然后现在44.1万人，我天，直播间真的，你问一下他们，家人们，你们真的太给力了。然后你们点赞的速度真的，这个，卡莎莎，谢谢师傅，你真的何其幸运，然后让这么多人支持你，就是真的，因为善良的人就应该被善待。勇敢，勇敢，哎，勇敢人家就给你。又摩托车又来了，我觉得应该善良的人就是那句话，善良的人就应该被善待，因为你善良，你淳朴，你可爱，你漂亮。所以这么多人支持你，他们站在你背后，一直静静的支持着你。